来看一下我买的靴子，在淘宝买的。Barber Shop 是真的男士理发店，不是那一家很有名的酒吧。方便关？都十一点了呀。对面那家 T97 咖啡馆开业了，我买早餐的地方。那边的阿姨都很有礼貌。坐在那个 In W Trust 板凳上的这个外国人，跟他聊了一会儿天。我跟他说我喜欢喝咖啡，然后他跟我说哦，但他喜欢的是喝茶，但是呢早上的话还是要以咖啡作为一天的开始。我问他早上喝什么，他说他早上要喝四杯 shot 的 espresso， 非常的 heavy。 好，给大家，你大早就这么多人。这是街边的小杂货店，老实说我从来没有在这种店买过东西，但挺有味道的。
现在街道、商店、商场都开始有圣诞节的装饰了，也许这个周末我可以去拍一下，但这周末我要工作，大概都不能休息。这个就是上海的老小吃，上海特有的风景。古城里长桥上，人如海，车水。现在是礼拜三的中午，这边是太原路，然后紧接着是汾阳路。今天天气好好呀。这是小提琴专卖店。我感觉地上的落叶扫得太干净了，反而不好看了。老房子里面的店铺，这个是房产。这家巴黎馒头好像一整天都开着。前面那一家 Cafe and Cafe， 它其实是一家酒吧。现在我要去罗森逛逛，看有没有什么好吃的零食跟饮料。到啦，这个巧克力口味的冰面包上次买过，我觉得不怎么好吃，而且就是吃了好几口都还没吃到内馅，吃了个寂寞。这一柜是热饮，吃的薯片啦，我真的非常喜欢吃薯片，我们台湾叫洋芋片。我都有瘾，现在风世界杯啤酒都特价。网红店乌鲁，我之前有种草，但是它好像到傍晚5:30才有营业。